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药王菩萨本视频。上次是讲到第一番的烧身供养，经文在第398页，398页。上次是讲到其身火燃1200岁，过世以后其身乃金。上次讲到这里，这是说药王菩萨在久远劫前，曾身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当时他亲近这个日月净明德佛，他听过《法华经》之后，以燃身来表示对佛、对《法华经》的至诚供养。他这个燃身的方式是用他的三昧火来烧炽自己的身体。不是世间普通一般的火，人的身是地水火风四大组织而成的，菩萨的定力所谓三昧火，就是运用在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当中啊，使这个火大正强来昏化地水风啊，借风大助火大，把这个水大消除，剩下地大，以火光，以1200年的这么长的时间呢，慢慢使它燃烧，以这个发出的光明来做佛师，做利自利利他的功德。所以他的身体燃烧了1200年，那么过了这个时间之后，他的身体才烧尽，这是第一次的烧身供养。现在接下去是讲心之下第二次身供养，第二生，因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亲近日月净明德佛的时候啊，他燃身供养是留两次。刚才讲过的是第一次是全身燃烧，整个身体烧尽，那么然后他的精神再转生，转生到当时日月净明德佛的国土当中的国王之家，那么再第二次后身呢，来供养佛，亲近佛，佛还是日月净明的佛，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第一生把身烧尽了，那么转身到这个进到王家，第二生再来供养佛，所以科判叫做次生供养，次就第二，第二生再来供养这个日月净明的佛，次生供养。有五段，第一生王家，再进到王家化生，看着经文，
经文就在第三九八页的最后一行的中间，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是药王前身啦，他做了前面的烧身供养。这个烧身本来是内财供养，为什么叫做法供养呢？你只看到他以三昧火烧身就可以知道，这是完全运用浊观修持的力量，以三昧火烧身。这个如果不是观法成就是做不到的，那么当然就能观这个三轮体空了。他能烧的身体，所供的诸佛，跟这个所烧掉的这个身体的全身，都是当体即空，如幻如花，所以即才是而成为法师了，所以叫做法供养。而且他这一种的烧身方式，就是他自己在火光中锻炼他的修行方法，跟普通一般的烧东西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就在这个火光山脉中啊，做他自修的这个菩萨道的精进用功的方式啊，并不是跟普通一般烧东西相同。那么因此他这个第一声的声音烧尽之后，与法供养完毕之后，仪完毕，那么当然这个在第一声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命中之后，命中第一声烧身，那么当然他的生命也跟着就终了了，那么又再转身了。这福生日月精明得佛果中，福又在了，又在生在这个日月精明得佛的他所度化众生的那个国度当中。当时那个国王叫做晋德，以晋德王家皆家辅助忽然化生，这就是一些众生喜见菩萨再转生，就在这个晋德王的他的王宫当中啊，突然之间化生。他初次受身的时候，结跏趺坐，就是好像佛一样啊，双盘盘起来坐在那儿，突然之间就在晋德王宫里出现世间了，这叫做化生。化生啊，化者无而复有，叫做化，本来没有的，突然之间现出来了，这就叫做化。化跟应不一样，应身像释迦牟尼佛，他是降生在王宫，在母胎中受生，那么住世八十年，最后入涅槃，火化烧身。那么最后就结束这个生命，那么有生有灭。现在这个化生啊，它是不必经过母胎，突然之间靠他的愿力，以他的功德就化现在王宫当中，突然之间出现了，所以叫做忽然化生，忽然之间化身在这个王宫之中了。这是第一，生王家。第二，说本师。那么他受身之后啊，就跟他的父王说他过去生的事情。经文说，即为其父而说句言，随时为他的父亲。他既然不经过晋德王的父母的身份中受身，为什么又称他为父呢？因为在他家里生呢，依靠他的家庭生，就是以这个晋德王为夫了。所以随时他因为是化生啊，不必慢慢长大的，一生下来就是跟大人一样了，所以他随时就跟他的父王说了下面的句诵，叙述他前生的事情。假如不是化生，要供养日月精明的佛，也许是会来不及，因为你要转身在母胎当中十月，然后出世，那么慢慢长大，最快也要十几年啊。
也许这个日月精明的佛他教化世间的时因缘，如果进了他入灭了，你见不到，所以他以化身的方式突然之间生在王宫中。这个化身一生下来就是很高很大，跟大人一样的，所以马上就可以呀，跟大人的运作完全一样。所以他随时跟他的父王说了下面的句中：大王今当知，大王就指这个晋德王了。他有趣的说他过去生的事情，对，希望大王现在应当你要知道我的来源。我精行彼处，我就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自称啊，精行彼处的那个彼就指这个日月净明的佛说法的地方，就晋德王的国度里面日月净明的佛说法度众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在佛前精行，是指他在那边修行学佛听法用功修行的经过情况，用精行两个字来总代表即使得一切现诸生三昧即使就是在佛前听过法华经用功修行之后，就在那个时间里得到一切现一切色身三昧因为他句中是现着的五个字一句就是变成一即使得一切现诸生三昧，就是前面所讲的现一切色身三昧这个诸就是一切就是种种的这个身相就是好像后边的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情况。那么他得到这个三脉之后为了要感谢佛报答佛恩，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他还努力精进的去修学佛法把他最爱的身体把他舍掉燃身供养于佛所以说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说明他供佛的用意就是为了要求无上菩提的佛果的大智慧，所以他燃身供佛。这里书本上的句诵有八句，就是两首句诵。原本的法华经没有后边两句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这两句原本没有我查对了这个天平法华经，天平妙法莲法经隋朝翻译的第三译本它是完全按照第二译本鸠摩罗什译本完全照抄的只是添加一部分而已那么这个天平法华经里面这个句诵也只有六句就是到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为止，没有后边两句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这两句没有。有说这两句是后来在其他的经文里面记录下来把它补上去，表示他这个当时说话的目标就是他舍身供养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求成佛道，这是等于一种注解，原文好像原本是没有。再查对第一次翻译的正法华经西景时代主法副三藏所翻译的正法华经他这个句诵是七个字一句，也只有一首句诵正法华经里面这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的这个句诵是这样写的：尊王是念我本行，坚强勤修大精进，所重爱身一用事，建立住持大三脉。原来这个正法华经的句诵是这样子，就这么一首句诵尊王是念我本行尊王就是指的那个晋德王也就这里的大王，是念就是希望你要知道我知识是就是知道了你要知道心里念想到我从前本来在日月精明的佛前所修的修行的经过，我的本行，我本来在那边修行的，
我很坚定的信心，坚强勤修大精进，我很勇猛精进啊，修这个修学佛法。那么最后所重爱身一用事，我最爱重的身体啊，把它舍掉烧成供养布施啊，供养一佛，是表示供养的意思啊。建立住持大沙门，我用意就是建立要安住在这个一切现一切色身三脉中啊，做这个自利利他的事业，所以建立住持大沙门啊。那么这是《正法华经》的原文啊，只有一首句诵。现在这里本来六句变成八句呢，后边供养与世尊为求无上慧，很可能啊，就是从这个《正法华经》的最后一句建立住持大三昧，说明它的用意啊。那么燃身供佛的用意就是以这个三昧的功德，希望成就无上智慧，也许是后人呢在其他经本里面记录下来补上去。因为《法华经》另外还有这个别行的单品翻译本呢，古代是有的，现在藏经里面查不到啊。因为有些古代翻译的经本啊，小品的一品一品的经啊，当时有的已经失传了，年久失传了，很可能后人根据别种译本把它补上去啊。当然不是随便可以写的，它必定是有根据其他的译本把它补上去，那么这样子把意思贯通了更圆满，也许有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流通本的法华经都是八句的啊，而法华会议原来也只有六句，没有后边两句，可见呢这两后边两句到了明朝末年还并不普遍，原本的法华经可能也是没有这两句的。说是句疑，他这个句诵说完了，而百复言秉白以这个晋德王就是这个就是认作他的父亲了。那么下面就是一切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化身之后的身体对晋德王说的话。日月净明德佛今故现在啊，那么他化身之后啊，他知道因为他有神通啊，他六通具足啊，他是一位大菩萨了那么知道是日月净明德佛还在世间，现在还在世间啊。今故现在，故就是仍然了到现在佛还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他对国王说，我先供养佛矣，得解一切众生欲言陀罗尼，我前面前一生在佛前供养佛之后啊，我得到一切众生欲言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了，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他得到这个陀罗尼啊，对于一切众生的语言他都会懂，他能说一切众生的言辞我们平常人说是有语言天才，他这个不是说天才不天才，就是修行功夫成就了，一切众生的语言他都会讲啊。那么碰到什么样的众生说什么话，佛闻是法华经八百千万亿哪由他真伽罗频婆罗阿处婆等句。那么在当时听见佛的时候，听到法华经的句诵，法华经的道理里面有八百千万亿哪由他也是亿那么多的句诵，显示法华经很多了，真伽罗频婆罗阿处婆这都是数目字的名词这都是梵音印度话没有翻译，不晓得翻成中文是什么。不过根据聚舍论里面有五十大数，在印度五十种大数目字的名词啊，真伽罗在聚舍论的五十大数里面是第十六个数目，频婆罗是第十八，阿处婆是第二十，那么这都是数目字最大最大的数目字了，等于我们中国的亿兆之类啊。那么显示这个法华经的句诵很多他听了这么多的句诵，大王，
我今当还供养此佛。而他对于净德王说，我现在啊，既然佛还在世间，我要赶快回去，回去再来供养这个日月净明的佛。那么因此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第二生又到佛的面前呢来供养佛，这第三往佛所，那么他从这个净德王宫出来到这个佛说法的地方，白衣这禀白净德王，那你在他家里出师，那么要去供养佛，当然要禀白衣父王了。禀白完毕之后啊，他就要去见佛了，即坐七宝之台，这是他的神通现象啊。他要去的时候啊，并不是用走路去的，现神通去的，是坐在七宝的莲花台上啊，七宝所做成的莲花台，这都是他神通显现出来的。上升虚空啊，他就是好像坐飞机一样升到虚空之中啊，多高啊，高七多罗寿。多罗寿前面说过了，好像我们这边的槟榔寿，它是很直很直的。那么据说这个印度的多罗寿啊，高大概有七丈至八丈高，一棵寿七丈至八丈高。那么七多罗寿就是7749丈以上了。那么在半空之中啊，腾空啊，那么就飞到这个净德王这个日月净明的佛的面前啊。所以叫做往到佛所，往是去呢，去到日月净天佛净明德佛的面前啊，头面礼足，五体投地，拜到地面上啊，结足而礼，这是最恭敬的，这是五体投地接触礼了。顶礼之后，合十指爪十指爪就是合掌了，合掌十个手指吗？只抓着十个吗？合起来对佛表示恭敬拜佛之后在佛前合掌啊，说了下面的句颂，所以说一句赞佛，用句颂啊来赞叹日月净明的佛。这个句颂就是永远神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是曾供养，今复还清净。这是见到佛先说这个句颂啊，永远神奇妙，赞叹佛的相好庄严，容貌严，佛的面貌慈眼呢很稀奇，很微妙，显示庄严相好庄严，而且有光明，所以光明照十方，佛的光明普照十方世界。后边两句是说出他前生供养，现在再来，我是曾供养，是就是财了，等于我们现在说的方才就是他前生供养才没有多久了烧身这个生命尽了之后，现在又再来就刚才我曾供养于佛现在我又来了，我在第二生化身之后啊又再来，今复还清净，我再回来来清净于日月净明的佛。这个净字啊就是面见的意思，亲自到佛前面见于佛向佛表示恭敬，所以叫做清净，净就是面见于佛。他这个句颂说完之后，儿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是句疑他把这个句颂说完之后，而白佛言，禀白以日月净明的佛说，世尊有故在世。各位注意看啊，看这一句话呀，八个字里面的包含的这个感叹那内心的恭敬、殷勤、恳切，就在这个两个世尊里面表达出来这个意思像什么？好像小孩子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母亲，突然之间看到了，连叫两声妈妈妈妈，懂不懂啊？他这个世尊这两句
就是好像小孩子很久没有看到母亲，一下看到了那个高兴，内心的欢喜情况，妈妈，妈妈，这样子，就是这么一种态度。师尊，师尊有故在世，眼泪要掉出来的那种情况啊！没想到佛还在世间呐、啊，我还得到供养啊，那内心的高兴啊，那简直是不可以言谢。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师尊呐、啊，我没想到你还在世间，我又得供养了，有故在世，没有想到你还在世间呢、啊，我还也又得再来供养啊。实际上，日月精明的佛就是等住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来的。看一下文就可以知道，第四，如来复俗，就是日月精明的佛。嘱咐于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而时日月精明的佛告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这个时候佛就对菩萨说：“善男子，以下就是佛对菩萨说的话了。善男子，我涅槃十道，灭尽十支。”可见你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啊，日月精明的佛就等住菩萨来，等住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第二生再来，要他办这个后事啊。佛对菩萨说，我要入涅槃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要入灭的时间已经到了，也就是说我在这个时间的化缘已经尽了，我要这个入灭。如可安室常住，你现在就赶快去准备啊，我入灭的这个床座吧。我以今夜当波涅槃，我就在今天半夜就要入灭，入波涅槃，波就是入啊，入波涅槃了。那么这是佛对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的话，又指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再指命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是嘱咐的话。善男子，这个善男子是对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称呼。我以佛法逐类于炉，我现在把我一生所有的说的法统统交代给你去流传，即诸菩萨大弟子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大千七宝世界诸宝兽宝台及皆是诸天悉覆于炉，整个嘱咐了啊。那么我不但是把佛法教导你去弘传，我所有已度的这些菩萨众大弟子们通通都要你去领导。那么我历劫修行的无上菩提法那么同时并这个三千大千七宝世界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依报国土一切万物并及这个护法周天护佛法的这些诸天天龙八部通通交代给你，由你去领导来弘扬佛法所以说悉覆于炉了。不但如此，我灭度后所有舍利亦覆诸炉佛入灭以后火化有舍利，那么舍利也交代给你呀，由你去做流传，当令流布，要使令这个舍利流布到各地方，给众生种福田，广设供养，给众生供养舍利来修福。那么对舍利怎么供养呢？应其若干千塔，建立很多宝塔，每一个塔都要供养佛的舍利这样子给众生修福的那么这都是佛交代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话。如是日月精明的佛持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一夜后分入一涅槃，佛入灭了。像这样子日月精明的佛把这些该嘱咐的话通通都交代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了，说完之后那么菩萨就替他做准备入灭的一切后事。准备好了，就在那一天晚上的半夜过了之后，后分是夜后分，半夜过了，半夜是中夜，夜的后分大概以现在的时间来说嘛，
大概就是等于是两点以后啊，半夜两点以后到天亮之前，这是夜的后分。印度在古代把这个白天分三个阶段的时间，晚上也分三个阶段的时间，叫做日三时、夜三时。日三时，日初分，就是天亮以后。以现在的时间来说，大概是在天亮以后十点之前，这是日初分。中午十点，偶中的十点以后到下午两点之前，这个叫做日中分，白天的中间的时分，日中分。下午两点以后到了天黑之前，这个叫做日后分，白天的最后一段时间，啊，晚上三分，天黑之后，大概在晚上的十点之前，叫做夜初分。晚上十点之后到半夜两点之前，这个叫做夜中分，夜晚的中间时分。晚上的两点之后到天亮之前叫做夜后分。那么这里说以夜后分，就是中夜过了之后，到了后分的时间，两点以后啊，那么天还没亮之前，佛就入涅槃了，入于涅槃啊。这是第四啊。第五，奉命任持，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接受日月净明德佛的命令啊、的持命啊、那么就是任愿自然而然应当啊、接受佛的咐嘱而受持该做的事情，下面就是火化以后见他供养等等啊、那么文字有四段啊、有四段。第一，起他；第二，烧杯；第三，立衣；第四，献报。第一段起他啊、佛入灭以后，火化以后，那么把所有的舍利建塔供养，这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领众办这个事情。而使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见佛灭度，那个时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看到日月净明德佛入灭了，悲感懊恼，很悲伤，内心的感觉非常的悲伤悲痛啊、也很懊恼，因为他刚转生的第二生，刚见到佛，佛就交代这个后事给他做，刚看到佛就入灭了，不能够多事后，所以懊恼，恋慕于佛，念念不舍。恋慕于佛，仰慕于佛，那么因此就把佛的遗身遗留下来的身体呀、把它火化了。用什么东西火化呢？即以海慈庵旃檀为祭，就是用旃檀香啊、海慈庵就是这个南赞部族的南边海岸边有这种旃檀香最香的香木，用香木把它堆积起来。供养佛身，把佛的遗体呀、供在这个旃檀香木的上面啊、而以烧之，然后啊把它火化，火灭以后收起舍利，等到烧完了，火也灭了也凉了，然后把这个佛的全身化成的这个舍利很多很多啊，就把它收起起来供养，收起舍利做八万四千宝瓶，以其八万四千塔，宝瓶啊就装舍利的啊，有例如说琉璃宝瓶呢、把这个透明的宝瓶啊，把舍利一放在这个宝瓶里面啊，那么做了八万四千个，那么然后建八万四千塔来供养这个佛的舍利，它很高很大，高三世界，等于三个世界那么高。那显示他的他很高了啊，表上庄严，他建得很庄严。这个他间呢，表是显现出来外表，沙就是他干啊，他的上面有一个尖尖的那个尖端啊，很高很庄严很殊胜。垂珠翻盖周围，这个他的周围啊，挂很多的这个床幡宝盖来供养宝塔。贤众宝林
还有好多这个铃啊，风一吹动会响的这个铃啊，挂在这个塔上啊，那么风吹会有这个声音出现，那么来表示啊供养与保塔。下面第二，烧笔供养啊，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觉得这样的供养设立还不够，最后用两个手笔北棒把它烧来供养。儿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福至念言，这个时候这位菩萨他心里又这样想了，福至念言又在这样子想，这个念言就是内心想的话没有讲出来的，我虽做是供养啊，心有未足，我虽然是供养舍利建了84000宝塔，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满足，还不够对佛表示供养的那种的诚恳之意啊，所以心有未足，我今当跟供养舍利，我应当再来供养舍利，以我自己的身份来供养舍利，那么他就准备要燃北供养了啊，便与诸菩萨大弟子及天龙夜叉等一切大众啊，那么因此他要燃北供养啊，就是对当时他的弟子跟一切菩萨天龙八部等众宣布下面的话，汝等当一心念我今供养日月净明的佛舍利，你们大家应当专一起心啊，以至诚恳切帮助我，我现在要来供养日月净明的佛的舍利说是已于，这个话说完之后，即以84000塔前燃白福庄严壁72000岁而已供养，燃彼供养。这个话说完之后，他就在这个84000宝塔的面前呢，燃烧他自己的这个两条手臂的笔棒啊，那么用三昧火来烧来供养与佛。白富庄严呢，是表现这个菩萨的身体也是相好庄严的啊，那么就是等于佛的百阶众相好的那种情况啊，相同白富庄严的手臂啊，把它燃烧来供养佛，烧多久啊？72000岁，就72000年。你会觉得很奇怪，前面烧身1200年而已，现在烧北棒为什么烧得那么久啊？因为这是三昧火，定力显现的光明啊，所以时间要多长有多长，是随它的定力而显现出来的，所以能烧1200岁72000岁来供养一佛，而以供养就是供养佛这个舍利。第三，利益就说明他当时供养在烧笔的时候啊，所使大众得到的这个广大的利益，令无数求声闻中无量欧生其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么他在燃烧手臂的时候啊，使令无数算不出那么多的声闻中，并且无量无数的欧生其也是无数所有的人众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菩提心的，看到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燃这个彼棒供养，他就发菩提心啊，还没有回小向大的声闻，现在都回小向大，都发菩提心，都要行菩萨道，皆使得住现一切色身三昧。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自己得到现一切众生一切色身三昧，也使令这些发菩提心的众生声闻到人众通通都得到现一切色身三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所得的，此令当时的大众通通都得到下面第四，现报。而是诸菩萨天人阿修罗众阿修罗等见其无比无备有恼悲哀那么当时的菩萨大众啊，天人等众，他看到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72000岁把北棒烧掉之后啊，就等于是没有两个手了那么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啊，很忧愁，很懊恼，很悲伤，很哀痛觉得啊，这位菩萨把这个北棒烧掉了
那么下面就说出这个话来，而作誓言，这是大众说的话。此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我等师，这位菩萨是我们的导师哎，佛入灭以后他是领导者，教化我者，他是在教导度化我们大家的。而今烧壁身不具足，现在烧壁供养设立，使得他两条手臂都收掉了，那么身相就不具足了，心里很难过，这是大众说的话。以使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当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看到大众这种懊恼情况啊，以大众中立此誓言，他在大众当中啊就建立很坚定的誓愿的这个发的誓的话，他就对大众宣布说，我舍两臂必当得佛金色之身，若实不虚，令我两臂凡夫如故。他发这个愿，我把这两条手臂都烧掉供养佛，他用意呢，我必定能够得到佛的金色身，意思就是说将来一定能够成佛，我一定成佛广度一切众生。如果实在不希望我发的愿真切是实在，使令我两条臂膀马上恢复原状，就随时还复如故，还是恢复到没有烧以前的情况完全相同，着实事宜自然凡复。他这个誓愿说完了之后啊，誓词说完了，随时恢复到原状，那么两条手臂又现前了，手又恢复了，跟原来的情况完全一样。各位应当知道，这是不退转的，证到无上法忍的大菩萨，最起码初地到八地以上的菩萨的境界，他才能够做到。所以他发愿要恢复原状，就能恢复原状。由是菩萨福德智慧醇厚所致，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啊？因为由这位菩萨，就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累善历劫修行的福德智慧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所以叫做醇厚。醇就是纯熟了，非常的成熟啊，他的功德很厚很圆满啊，所以使至他发愿要恢复就恢复，马上成就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多烧几次也没关系了，反正愿一发就恢复了嘛，所以他有这个道理才可以啊，你没有这个道理还不能这样做。当儿子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天域宝花，一切人天都未曾有。当在那个时候，菩萨两倍恢复原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六种震动前面讲过了，动、容、喜、枕、喉、忌。有六种十八相动啊，大地震动啊，表示他的大愿成就，证明他将来成佛，而大众的心愿也得到圆满成就。天上天人落下很多的薄的天花来供养菩萨啊，玉就是从空中落下来，一切人天都未曾有。当时的大众的人间的人，天上的人，所有的大众啊，看到这种情况从来没有看过，所以得未曾有啊，所得到的利益从来不曾有过，叫做得未曾有。这是第二大科的第二修供养完毕啊。下面第三，结会古经，总结上文，会合古代的事迹，以现在在法华会上的实际的人啊，是谁啊？叫做结会古经。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结会，第二劝修。先总结会，然后劝修。佛告修王法菩萨，当时这个佛是释迦牟尼佛了啊，不要忘掉现代啊，只想到从前呢 前一段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久远界前的事迹，到这里说完了，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迹说完了啊，那么就对这个当时的当机众，就是秀王法菩萨
啊，释迦牟尼佛跟他说：“以汝意云何？”哎，菩萨，你的意思怎么想啊？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其一人福。这个当时的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还是别人吗？今药王菩萨是也，就是现在在法座上前面坐着听法的这个药王菩萨，就是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后身。其所舍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哪有他数？像这样子舍身布施经过的事迹啊，那不止一次两次而已啊，那是百千万亿，哪有他也是一，无量百千万亿亿那么多的数目字，啊，这是说药王菩萨喜欢修苦行。他在过去发过菩提心之后，累善历劫行菩萨道修苦行啊，那真是不晓得有多少了。前面大家听过这个多宝佛塔坪跟这个提婆大斗坪那个中间啊，就是这个龙女成佛之前呢，不是有一句话吗？啊，这个智积菩萨说，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戒之喜，不是佛菩萨舍身生命之处。啊，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一点点地方啊，不是佛在那个地方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舍身生命的地方。这显示每一尊佛、每一位大菩萨历劫修行啊，把这个生命布施不晓得做了有多少次啊。那么这是劫慧，就是说明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不是别人，不是帮人，就是现在的药王菩萨啊，就药王的前身。这是劫慧古经。后边第二劝修，劝大家修行修王法，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甚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三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这劝修啊，就学习西王法的苦行啊，学习这个一切众生喜见的菩萨的苦行呢啊。那么佛对西王法菩萨说，你看世间上如果有发心要得无上菩提，简单说要成佛的人啊，应当有学习啊，这个燃身供养。当然初学的时候不能整个身体燃掉了啊，能燃手指啊，也是这个舍身供养的一部分也是很难得的修法这个劝修的文字啊没有说完，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今天因为呢因缘和合了，能跟大家聚在一堂啊，学学佛。这个因缘呢也是很难得的啊。我们这个电台叫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一般的看来啊，一段生了一段死了，一段生了一段死，好像是相续的。但是我们学佛的道友们从法性来看，法性离体，没有这个断灭性，永远如是，也没有相续性。但是这也是建立在我们随缘的关系上，因为在我们佛教总说起来啊，四个字就解决了，三正十二部很多经论呢，四个字就解决了。什么呢？性空缘起，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的，因缘生的法不是常的，断断续续，有缘就生，无缘就灭。但是性不同，性是永远的，没有生灭的。因为在我们每个道友们，人人平等，跟三世诸佛都是平等的，但是缘不同，这叫缘起法。这每一件日事物，在它因缘成熟了，自然而聚，看着好像当时临时的这么个缘吧，不是的，无量劫来就有这么缘，只是他成熟的时候跟他不成的时候有所区别。那么也个人的业不同，每个人所做的过去无量劫所做的业不同，那你修理方法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呢？有方法很多，方法很多。在过去的我们遇着，如果有缘遇着善知识，他能告诉我们方法，他有痛，他知道我们过去的业，你怎么样来消这个业，他跟你一说方法，你一修就灵了。那现在我们没有这个业报了，没有善知识，那怎么样呢？自己摸索摸索，反正十二部经文呢，你去选去吧。因此所以就分宗分派，也个你个人的业，你所做的业就是过去我做过，那么中间断了，一转身又断了，那你不能够长期相续，那就自己找这个方法，找这方法，是这都是修行。修行就是你修行必须得有个方法修行啊，怎么学呢？我们现在迷踪，我们想达到明白，达到觉悟，那你必须依照佛所教授的方法去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就正佛的力量来教导加持我，说这佛加持力。一般的说修行的方法啊，像我们那个法门很多了，或者习禅，或者习静定，或者读诵大乘，
那你自己感觉到，感觉到你对读诵大乘啊，读诵，读诵啊，一天定时定刻定量，而完了坚持不断，不能断一天，不能断一次，你用这个十年八年呢，就明了。就是那个每一个物质沾上尘垢，你用一盆水拿耙子擦一擦办不到的，你得下大力量，得摩擦把它那个垢眼消掉。这个修行就是入世，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气业障太厚了，业障太厚了，所以就用各种的方法把这个垢眼呢，把这个尘垢障碍把它除掉，光明就显现了。但你随你自己过去的因缘走，既然没有名词给你指点，那你就自己摸索。那你随你自己读诵大乘好啊，而静坐思维参禅好啊，乃至于心里定不下来就念声号，谁能心定下来？所以这种种的方法，就是在你要修的时候，你自己要选择哪个人想适应。听着念佛好，你跟着大家念念佛，念念你念念佛，你得不到利益不行。或者念经，或者禅禅，或者现在就在这一个道场里头做了很多密教的事情啊，西藏密宗的事情啊，都可以，都是方法问题，方法问题。在这个分方法的问题，你在修的时候，你会能够产生一种明点明。知道自己修行对不对，而出现这个障碍，障碍啊，那你要怎么样去克服？比如说吧，我们读诵大乘，害病了，你还能读诵吗？如果你坚持读诵，但是你要发高烧的昏了，你也坚持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要用你的心呢。情绪使他不断，说你读法华经，到时候不能读了，那你可以念个大方广会，可以念个妙法莲华经的名字，使他情绪不间断。但是你念佛的时候，你可以到那个你最散乱的时候，心里定不下来的时候，这就是你用功夫的最要紧的地方。修行啊，要坚持，修是修理，好比一件物质了，受损失了，受坏了，你把它修理好，它还能继续享用吗？说你在行道当中行的时候，遇到障碍了，不能做了，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坚持，坚持什么呢？主要是心。什么礼拜？假如说我行拜忏吧，说拜忏，修这个法门，但你病重了，不能礼拜了，你怎么办？你用心来拜，观想拜。但是你观想也不能观想了，这个就靠你加持力了。你平日都送的观世音菩萨，或者修的地藏法门。这是你就专求你的上师，就是你修哪一法就能够上师，就是你的所修的法门啊，他就会来加持你。这个我试验过，我也这样行过。当你不能做事，你观想本尊，真的。所以我看我们这个的工人，地藏像，店里工人地藏像，跟佛一样的，是很难得的。